本节目由欧莱雅美发挑战不同秀发问题冠名播出。收到黄太太们的祝福，看看景瑜怎么回应吧。更多的就是感动嘛，然后就是谢谢大家这么支持我，真的这么长的时间以来，然后这么关心，然后支持，很感谢你们，很感谢你们。然后我们都互相好好照顾自己嘛。我想教他跳舞，因为他跳舞真的是挺二的，让他跳跳什么甩葱歌啊，或者符合他气质的舞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因为跳舞真的是挺丑的，我自己也看过几次，真的是不能说丑到哭，已经丑到爆了。我蛮愿意学跳舞的，可以教我跳舞啊。黄景瑜，我们在万事屋等你回来。既然大家这么期待我回来，那我一定会回来的，等着我吧。